普尔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孬种，你除了害妻儿害儿子，你还有什么用处？用处多了去了，普尔小姐。如今孤氏内宫最高之人不正是我吗？你孤氏还是需要我的，当然最需要我的是你，不是吗？我命令你马上去取药。我没这个打算。你，那是你儿子。那又怎么样？江晨，虎毒不食子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天打雷劈？那你呢？虎毒不食子，你这又是什么呢？江晨，那是你儿子，你救他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你去求药回来就说山下买的，这谁会怀疑到你的头上去？这件事不会那么巧的，一定有蹊跷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，这个险我不会冒。这件事有什么蹊跷？库房那里我已经查得清清楚楚，而影子取药并非是单独去，而是药方里需要那两味药。你又怎么知道这不会是障眼法呢？这两张药方我见过，对于君北月来说就是滋补之药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君北月中毒了，而且是药毒。就算我们相信，你觉得他会相信吗？你去求他，你把情况都讲给他听，他一定会相信你的。思阳，要不你去找他，比起信任他更会相信你的判断。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，我要是能走我还不马上就去了。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去，到时候取药回来，你爹娘若问什么你可帮衬着点。嗯，放心吧，赶紧去。嗯。